望看到。我觉得这个下午真的很特别啦，就是我这些孩子们，他们可以在我相信他们的祷告会带下一些属天的权柄。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这块土地未来的主人，好吗？我觉得感恩。很多像爱家，大家都来讲说我们是为下一代争取。那其实，在今天这个聚会里面，他们其实会公布一些诗调，我觉得那个很宝贝，就是说孩子们到底怎么想，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，什么样的家庭，是吧？我觉得那个是很宝贝，因为不是都是大人的想法，其实他们才是未来的主人嘛。那我觉得这下午的、晚上的我仍然相信说，当我们同心祷告，会看见改变，会看见改变啊！很期待有改变，谢谢主，好，欢迎主，谢谢，谢谢。